萬人迷碧咸將會在今個禮拜五以班主的身份首度訪港獻技。萬人迷加埋球王的組合，令到全港的球迷都好期待啊！而在嚟香港之前，他近日就現身泰國出席活動。雖然已經48歲，但係呢位萬人迷依然係魅力不減。舉行活動的商場入面同埋外面都逼爆咗粉絲。同場仲有係忠實曼聯球迷的人氣泰星，而在眾多的粉絲入面，竟然有位男粉絲成功吸引碧咸停低腳步。原來當碧咸行埋佢身邊的時候，呢位男粉絲即刻將自己的衣領拉低，向偶像展示佢心口上面的碧咸頭像紋身。碧咸見到都非常之驚喜，更加主動同呢位男粉絲合照啊！